知为次，则无如是之时。我们自己晓得自己的身份地位，就不会有过失了。所以这特别这一段的时候告诉我们，自己要晓得自己的位置，你才能真正的发奋用功。我们今天求生西方净土，西方净土有三杯九品，那就是他的位置。但是净土是个特别法门，什么法门呢？平等法门。有没有位置？有，虽有平等。凡夫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跟观世音菩萨同桌吃饭，观世音菩萨等桌，平等。这是十方世界里头没有的。所以极乐世界是真正的平等世界。佛与众生平等啊。生佛不二啊。生佛一如啊。你看你到那里去身相跟阿弥陀佛的相平等。阿弥陀佛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你一到极乐世界也是身是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一样的。阿弥陀佛无量寿，你也无量寿。阿弥陀佛充满了智慧，你也充满了智慧。你的智慧相好从哪里来的？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功德加持给你的。这么一回事情，你说阿弥陀佛的恩德有多大？阿弥陀佛对你有多好？你走遍虚空法界找不到第二个人。他对你这么好，这么样的真实。你要不相信，你不好好的学，不到极乐世界去，你只能怪你自己没福报没智慧。所以真正明白了，学老太婆什么都不懂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决定往生，而且生到极乐世界品位不低呀。他绝不是下三品。为什么？下三品不可能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欲知实知。这样走，这种瑞相就证明凡身同居土上辈往生。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能做到的。如果我们要是方便土往生，那就要断惑，就要放下。至少把执着放下。事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。你生极乐世界决定是生方便土。而且决定的是。不要执着了。凡夫最严重的烦恼就是想控制，想占有。为什么？不知道全是假的，不知道这是一场梦啊。真正了解了那个占有的念头、控制的念头，就一扫干净了。那你就提升了一级了，你就不是凡夫了，小圣。虚陀洹、斯陀洹的小圣。为什么执着？
我有的供养别人，不要了。啊，紧紧抓住阿弥陀佛不放，我就成功。啊，同学们如果真正知道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极乐世界，亲近佛陀，你这一生圆满了。啊，不再搞轮回了。啊，家亲眷属，难分难舍，告诉他，一起修求生极乐世界，才永远在一起聚会。啊，不能到极乐世界，一死，个人走个人去了，永远不再见面，这是事实啊。这个一点都不假了，啊，个人的业报不一样啊，个人的去处不相同啊，啊，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才知道，放下是正确的，全是假的。这个世间人与人虚情假意，说穿了全是自私自利，啊，通通是造轮回业，轮回先造轮回业，啊，轮回里面受苦。啊，明白人要早一点放下。